翠仙掌啊！你搞什么鬼啊？这个人跟我无冤无仇，我下不了手。他只是个死人，你打他，他也不会有感觉的。翠仙掌阴毒无比，他虽然没有知觉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让他的尸体受到摧残。宋青书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日落，这个中年人他想必也有妻儿，他们的妻儿已经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父亲，原已十分悲伤，如今连尸首也不翼而飞，你叫人家的妻儿情何以堪呢？我们不要再利用尸体练功了，把这个尸体送还给他们吧。练功的事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好不好？想办法，我已经想过也试过很多的办法，这个是最快捷的方法了。不，我绝对不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功力进步神速都是拜这些活尸所赐，你宋少侠义胆仁心，要另聘行进练功，我无话可说，你要我放弃万万不能。志若，你听我说，你要练就练，不练就给我滚。志若，用这种办法练我实在太邪门了。练武之道虽以正道为本，要外薄不清内部掩隐，使能有成。你快速速回头，以免报仇未果亦引火自焚。滚出去。王爷不在府内，我真的有很要紧的事情要找他。他到底在哪里？他好像在山东都师。山东？山东哪里？这个奴才也不清楚。那我到山东再打听。谢谢。这儿来呆坐，我早跟你说过，你要走就走，我不介意再当一次弃妇。正如你所说的，死狗不怕热水烫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，我不要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对着我。宋公子，有位小苗姑娘要见你。谢谢。小苗，宋公子，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啊，我们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帮什么忙？你们说清楚啊。村长已经报了官了，可是官府也查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咱们情非则已，只好找你帮忙了。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赶快告诉我。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好几个月以前，咱们村庄附近那个荒坟，总是给人破坏。骷髅头总是不翼而飞，直到前两个月，村里有两户人家死了人，尸体还没埋呢，就给人盗走了。直到前两天，村长的儿子还有梁大叔，莫名其妙也先后失了踪，官府也查不出什么来。如今，村里的人人心惶惶的。宋大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村长。村长这么大年纪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有梁大叔啊。自从梁大叔失踪了以后，梁大婶跟三个孩子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好可怜啊。宋公子，求求你帮个忙，快救我儿子吧！只要我儿子平安归来，我愿意把全副家当作为酬金。宋公子，如果你愿意帮忙，我愿意来世结草衔环，也好回报你的大恩大德。你先起来。宋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小苗，你先送村长回去，我再来找你。好，村长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好。
你叫你把石氏的钥匙给我，快点！ 前两天你用来练功的尸体放到哪里去了？你自己看呢。宋青书。 虽然你受尽了屈辱，痛不欲生，虽然你甘心走入魔道，誓要练成绝世武功向张无忌报仇，就算你有千百个理由，你实在不该如此丧心病狂，残害无辜，拿活人来供你练武。谁拿活人来练武了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这地下埋了两具尸体，就是山下白柳村的村民。 小苗刚刚就是带他们的村长来找我帮忙的，教训他们前两天失踪的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村长唯一的儿子，另外一个是有三个幼龄小孩的爹，周芷若。你说的对，从前在我心中，那个温柔婉约、楚楚可怜的周芷若，已经死掉了。如今的周芷若。 只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怪物，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。宋青书，你住口！谁都有资格骂我，但你没有。是啊，我是麻木不仁。就算我拿活人来练武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全都是陌生人。但你呢？你所害的、所杀的是你师叔、你师父，还有你父亲。哼，你没有资格骂我，宋青书。 掌门，贱人，我只叫你拿死尸来给我练功，你居然存心敷衍杀活人来给我练功。我今天不杀你，我就不配当掌门。弟子实在是命运无奈，才出此下策。因为刚死尸还实在是不容易找，弟子那天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所以。 他敢这么做，他逃得住！不要听他求情！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我死够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打死我好了，我倒是不会勉强告状。对，我是草菅人命，可是是谁逼我的？是你，是你这阴坏的小贱人，你就要倒门道士，让你们练了邪恶的武功。师父若是地下有知，他会后悔把掌门交给你的。
是你，不是我。看在二师姐和师父的份上，放你一条生路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如果你还在峨眉山出入，我就将你碎尸万段。小姐呀，你要真的把我给杀了，我是师父的开门弟子，你凭什么把祖宗门敲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滥杀无辜也是不对啊！爹爹敢骂我？赵芷若，我爹你已经今天对天发誓，我有一天一定要回来找你报仇的。我要从你的手中抢回这个掌门之位。你走得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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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姐，想再回来住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反正这房子本来就是空着嘛。你是不是和周姑娘吵架了？我实在很担心，你不要再练那些邪魔的武功好不好？否则早晚一定会引起内魔外邪的。不要说了，我自有分寸。丁明君那个贱人走了没有？他已经走了。把丁敏君这个家伙找回来，快去，快点去，快去啊！
贱人，贱人！哎，你快点把这冰起来啊！对不起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好一点没有？好多了，谢谢。宋大哥，我念的书不多，又不懂事，本来我是没有资格给你出主意的。可是，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很叫人担心呢。我本来不想打扰你，可是除了这小屋，天下之大，却无我容身之处。你和周姑娘这段姻缘，得来不易。你们该好好珍惜才对，怎么成婚不到两个月就搞成这个样子呢？我跟他是个错误，爱上他也是个错误，跟他成亲更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跟从前简直判若两人。他对你不好吗？哼，他从来就没对我好过。可是我不在乎，我还是一厢情愿的爱上他，护着他。是不是他发脾气把你撵出来的？是我自己走的。我很累，我还想再休息一会儿。好，那你睡吧。谢谢。掌门，那个贱人呢？找到了没有？方圆百里都找不到，他可能已经走远了。不管他走多远，都要把他抓回来，继续找。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也把他找回来。如果找不到，就别回来见我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喂，你是谁？干什么呢？请问汝梁王在不在营中？别人在不在营中与你何关？我是他女儿，我要见他，麻烦通传一下。哼，你是王爷女儿，那我就是皇太子了。快滚，快滚，快滚，快滚！我真的是他的女儿少明郡主，你快去通传。疯婆子，你快滚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啊！哎，喂，我告你！爹，你是谁？疯婆子，你找死快滚！我不是来打架，也不是来找茬的，我要见我爹。将军小心，他是个疯子。我不是疯子，汝阳王真是我爹。王爷何等尊贵，怎么会有这种邋遢的女人？是真的，快带我去见他，见到王爷，你便知道我不是打狂。带你去见他，你想挨骂是不是？你快点滚，不然叫你好看。我不滚，我要见王爷。我来找你了，你快出来！你这疯婆子，有多远扔多远。王爷马上要回来了，如果看到这疯婆子的话，我们又要挨骂。是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你们都死哪去了？我怎么忘记了？他们都出去帮我找丁敏君了吗？你说好不好笑？你说好不好笑？小乌龟，我还为你死了。你的家人呢？你的父母
你的兄弟姊妹呢？啊，他们在哪儿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这是我到镇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找到的，你看，芷若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至死方休，啊，不是至死不渝。宋大哥，你多吃呀。受了一点风寒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没事，放开你的手，他是我丈夫，不许别的女人碰他，快点放开，跟我回去。你放开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意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你不记得你说过会对我至死不渝？对，但是我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两个各不相干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这麻木不仁的怪物。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女人？那是我的事，你不是一直说只要我后悔我随时可以离开，你绝不刁难的。我不过是你身边的一条狗，我说的都是狗话，可是你是人，而且还贵为一派掌门，你说的是人话，你该不会为了我这条狗而背弃你的承诺吧？宋青书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这条狗再回到我的身边，向我扬威乞怜。除非我死，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宋大哥，刚才秋姑娘好凶哦。大不了她宰了我，她知道不怕死，所以拿我没办法。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，我当初怎么会对她如此着迷？我今天一定要见我爹，谁敢阻止我，我就跟谁拼了。时间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在外头走动？让他们早点去休息了。我也深信国家安全还是小心为上。本王推心待人，人将自负。要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那也是命数，你再派多少人也是无从预防的吧。怎么会无从预防呢？要不是晓得将卫队调进营中，今天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哦，什么事情？有个女疯子跑来营中闹事，好不容易才将她赶走，可是她今天又来了，还带着武器呢。她的武功看起来有板有眼，幸好我早有防范，把卫队调入营中。她再疯也只有两只手，一下就给卫队制住了。这个女疯子还真厉害啊，单枪匹马就敢到我们军营来捣乱，我看她真是够疯了。她可真是胆大包天呐，口口声声说是王爷您的女儿啊。我女儿。
终于看到你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玄冥二老已经煎好了你的断骨，年抹上了药，你很快就会恢复的。爹，你不要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自从你叛逆家国之后，你我之间已经断绝了父母关系，无话可说了。爹！为什么你要杀白柳村全村的人？赵无忌该死，你比赵无忌该死1000倍100倍！这条村18户49口，包括小门跟四名孩童，头骨碎裂，无福粉碎。你是人吗？你还算是人吗？他们都是给九阴白骨爪和崔县长打死的，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还有脸问我？他在附近，他一定在附近。嘿，等等我。Thank you.
你到底找什么？村民害小苗都是他杀的，他是凶手，要报仇找他。虽然麻木不仁，但还不至于拿活人来练功。那白柳村村长的儿子汉良大叔到我手上时已是尸骸，所有好事都是他干的。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是你杀的，全部都是你杀的，白柳村人全部都是你干的。丁敏君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我没有杀人，全部都是他杀的。宋金书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你不要上这淫贱无耻小贱人的当，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我刚才说的全都是事实。那天你走了，我狠狠打了他一顿，还赶他出峨眉山，想不到他居然偷了真经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那天你为什么不向我解释？为什么向你解释？你不过是我身边的一只狗。那为什么现在又解释？你回答我。芷若，芷若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我今天虽然还不至于拿活人来练功，但我不保证以后我不会这么做。宋少侠侠骨柔肠，正义凛然，哼，别弄脏了你的手。邪魔日盛，不知哪天会狂性大发，害你们送命。再见。原来，你只留着我送你这一家四口。芷若，黄台村刚有名村民死掉，我已经把他的尸首倒上山，放在石室当中。我们赶快回去练功吧。你不怕死者的妻儿伤心了吗？你不怕引火自焚吗？只要你早日可以练成绝学，只要可以早日令你得偿心愿，杀了张无忌，洗血你的奇耻大辱，就让我们一块下地狱吧。你走吧，你要的是一个心事如尘、温柔体贴的妻子。今天的周芷若已经走火入魔、三毒缠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灭绝人性的禽兽。不过我才不在乎，只要可以折入张无忌一血气魂之入，就算下十八层地狱，生生世世永不超生，我也不在乎。我也不在乎，无论天堂或地狱，我都会跟随你的。不行，你宋少侠正义凛然，也许哪天你又受到良心的煎熬，又会打我骂我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周芷若一个恶毒的女子，却有千千万万个像小苗那么可爱的姑娘。你还是去找小苗，别跟着我。
你是不是已经爱上我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值得我爱的？你们男人都是害人精！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再对男人动情。如果你不是爱上我，你就不会替我设想，要我去另谋幸福。我不是替你设想，我是替我自己设想。你太窝囊，你根本不配当我身边的一只狗。芷若，从今以后，你叫我去道士，我就道士；你叫我杀人，我就杀人。我绝不会三心二意，惹你生气。不想惹我生气就快滚！芷若，你还不走？是不是想尝尝我九阴白骨爪和摧心掌的厉害？好，我走，我走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惹你生气。 我不认识你，爹。谁是你爹？我唯一的女儿，因为背叛家国，已经被我处决了。那天是因为我看你双足折断，我一时不忍，所以我才把你带回到军营治疗。如今，你的伤势痊愈。 你没有理由再留下来，你可以走了。爹，我不是你爹。我跟你讲过，我的女儿已经被我处决了，你还叫什么？爹，我知道你不认我，是想留我才能。你要是认了我，便得将我正法，不然你会觉得。 愧对自己，愧对皇上，愧对蒙古臣民。我说过我不是你爹，我的女儿已经被我处决了，她现在在我们特木尔家园的陵墓里头，你可以去找她的坟墓。爹，我知道你很恨我，也很疼我。我这次千辛万苦来山东找你。 不是想向你讨情，要你寻思，让女儿重返家门，当郡主想尊荣富贵，你大可放心。你既然不是向我讨情，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女儿是来自首领死的。死？你少骗我，临死。 你要是有心求死的话，在什么地方不能够死，偏偏跑到我面前来临死？你是知道我不忍杀你，我也不忍看你沦落痛苦。可是，特穆勒的家族不容你，我更不容你。否则的话，我军威何在？ 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改名换姓，离开此地，继续你的余生；另外一条就是。
你的郡主身份，你马上要就地正法。这一死一生的两条路，随便你自个儿选择好，绝不匿名投生。 一生的两条路，随便你自个儿选择好。女儿甘心临死，绝不匿名投生。哦，你是说我不忍心杀你，是不是？女儿来山东之前，已经想得很清楚。来您跟前临死，是我唯一的出路。 我对尘世已无多大留恋，请爹成全女儿。女儿一死，可以替蒙古正国法，替爹立军威。女儿是死得其所，绝不可惜。不过，女儿死之前有一个要求。 希望爹能把令牌借给我，以及将玄冥二老供我差遣。我要去办一件事，事成之后马上回来受刑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来临死是一个不借口是吧？你要拿那个令牌给玄冥二老才是你的目的呀，明明，你还要耍花招耍到什么时候啊，明明？爹。 我不是要在您老人家跟前耍花招，本来我应该马上死在您跟前，以表我忏悔之心。只是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人家，他不幸被强徒掳走，如果我不能救他出为官，女儿死了亦不得安稳。爹，咱们父女一场，你虽然恨我，却也很疼我。要不然刚才。 便不会给我活路，不肯认我。我马上就要离开尘世，难道你忍心让我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去吗？我可以向天发誓，我此心只是救人，绝不会做出任何有损朝廷的行为。爹，救人如救火，女儿速去速回。这是女儿这辈子最后一个请求。 也是最后一个愿望。女人是谁？